昨天晚上在若望保禄二世政府所推动的水庆日正式开幕。马德里总主教瓦拉拉书记在这个教会内盛大的活动开幕弥撒讲道中激励青年们努力进取。教廷平信徒委员会主席魏素基强调信仰的可能性，甚至是一种非凡的经历与征兆，尤其是处于迷茫中的欧洲。他又指出，你们是教宗本笃十六世的青年们，若望保禄二世的跟随者。八百位枢机、总主教与主教参与开幕弥撒，八千位神父共祭。瓦枢机又表示，本笃十六世如同若望保禄二世一样，是水庆日为福音兴传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劝谕青年朝圣者，不用害怕成为圣人。